不是啦，要被拆了。北投我吃饭。元讯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传给你。对啊，你有难过，你有难过不？他说：“亚总，那为什么被拆了？这样对不对？”想当年你喜欢里面吗？不错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又有温泉味。对呀、啊。3:49，五月六号6:67。好了，哥哥，拜拜，我要走去一车了，我要下另外一个车站了，我要下松南车站了，是吧？140是单电脑，6:67是台龙巴车，中山要潮州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，人家说6:67都没什么人。红眼班车。对呀、啊。昨天是那个过年呐、啊。哦。哦，人都。那你要感动啊！你看有生意，有铁道迷，这个一定有，这个月一定有铁道迷，所以你要加油哎、欸！好，拜拜。6:67次哦，海龙发车金哦。拜拜。金哦，三线看我潮州的140三电脑，加新闻局光好。跨夜聚光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，啊，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。嗯、关闭车门。来了，那个闭车门，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可能会达成。暂时离啦，5月6号，因为六月改变之后，这班6:67次的跨越九光号就正式走入历史，所以这次特别来搭乘6:67，一四年当年的话，羡慕九光号。在这让暂时离，休息，再见，拜拜。好久没打6:67了。